不是过完年打算在老家住几天吗？老家的房子虽然简陋，好赖地方大呀。我妈一听说我带了两个娃回来了，居然给我准备了个上下铺，我寻思猫也睡不了这玩意儿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我打算给他们做一个猫爬架。说干就干。哇，忙活了一天我以为完事儿了，结果晚上竟然下起了雪了，兄弟们，听说这是北京的第一场雪，没想到让我给赶上了，这可不能把我这俩祖宗给冻着了。我赶紧订了一台华凌501大凉皮挂机空调，主要是听说它有着900的大风量，制冷制热都很快，才开这么一会儿，房间温度都上来了。这挡风板也比之前的空调大，有了这么大的挡风板，送风角度更远更广啦，就不怕这么大空间的房子有温差啦。而且它是新一级能效，以后一年四季都能空调自由。它还有制清洁功能，说是可以内部高温除菌，让出风更洁净，不过要等用段时间才能试出这个功能咋样。好家伙，你可真会享受。